我已经读到医学院研究所毕业了，那我怎么可能薪水会比科技业来的少呢？然后因为我爸本身是商业生意人，那他有一直不断告诫我，就是说这个社会是很现实的，就是老板不会聘用你一个例如5万块起薪。而企业面来看，有70%的业者认为有没有研究所薪水没有差别，企业愿意替硕士生增加的平均月薪也仅有922元。反倒是有一技之长的求职者，有44.8%的企业认为愿意多付3000元的薪水聘用他们。现在看起来是一个学历贬值的一个时代，也就是说相较于20-30年前，现在大学学历是高中化，而研究所学历大学化的一个情况下，如果你有一技之长或第二专长，可以这个学以致用化，马上成为企业级战力的话，第一个你比较容易找到高工作，第二个其实企业愿意给你比较高的一个薪水。薪水是死的嘛，对，除非你提升你的技能，职场该有的技能自己要先具备好，比如说英文啊、能力啊、专业知识各方面。迎接毕业季，新鲜人入社会第一关恐怕要先来个技职大考验。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，很多求职者都烦恼要如何获得企业青睐。根据劳动部技能检定中心的最新调查显示，拥有政府认可的技术师证，不但薪资稳定，若是取得与工作技能相关技能检定类群，像是电机类、焊接类等等，月薪甚至可以超过9万元。而且还有80%企业主表示，若条件相同的话，愿意优先录取持有技术师证的求职者。国人具备多张技术师证已经成为目前劳动市场的趋势。就业博览会中，求职者聚集在摊位前找工作、找出路。不过竞争者众多，要如何脱颖而出呢？根据劳动部技能检定中心调查，在求职条件相同的情况之下，有近80%的企业主表示会优先雇用具备技术士证的求职者，还有近60%的企业主表示会给持有技术士证的求职者较高的薪资。专业技术与证照俨然成为学历之外企业找人才的重要依据。年轻人其实加过去担任低薪22K， 那怎么样突破这样的一个困境，其实就是你的技能，假如说你有一技在身，这些问题都绝对不是问题。所以我其实基本上我们对这个技术师证的期待，第一个当然就是说在就业的机会里面，其实你有一个证照绝对是比你的学历更加的有优势，产业要的就是你的能力而不是在你的学历。开启堆高机，驾轻就熟，狭窄的 S 型路线也丝毫难不倒他。像是现在正在外商化学公司担任经理的李家豪，虽然年纪轻轻却已经是管理职，但是职场一路走来其实并不顺遂。台大毕业的高学历并没有让他在求职时无往不利。我毕业的时候刚好是2008年金融海啸，一退伍几乎都找不到工作，那很有幸的能够进入到我们职安卫这一行。那当然我刚进入这一行的话，我本身的科系并不是学这个的，我大学念的是地理环境资源以及化工，那其实对环安卫这一块是一窍不通。毕业后惊觉工作和所学完全两码事，李家豪靠着考取技术师证投身尽职领域，考的过程也同时涉猎与工作相关的各种证照，让他彻底突破职场困境。你在职者，你如果是能够取得这个技术师证的话，其实对你的职涯的发展，尤其是你的薪资的待遇上，绝对是能够反映在未来的一个这个工作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更有前景。而且根据统计，在薪资方面，一般技术士平均为36688元，但取得与工作技能相关技能检定类群，譬如电机类、焊接类或职业安全卫生管理类群等等，薪水甚至可以达到9万元以上，而且取得管理职的机会也比较高。包括像主管职的一个工作会比较多，那可能是在做任何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内容跟角色，你可能会有机会往更上一层楼，包括像是一些决策或者说是幕僚的一个部分。在接睫毛之前呢，我们会先帮你做清洁。轻柔的动作无比认真，帮客人接睫毛一根一根仔仔细细，
这一位是今年才25岁的傅美惠，她创业开了个人工作室，更有3间分店，成为8年级的年轻 CEO， 靠的就是丰富的经验以及美容、美甲、美睫等11张证照傍身。需要的就是你很多经验，然后你有很标准的一个技能的知识背景。那有考到证照，其实对于在我们做店家来说，帮客人服务来说，其实客人他是非常另外一种幸福的感觉。美容产业庞大，但入行门槛相对低。傅美惠说，技术是证，代表正统专业的知识背景，有了证照才能让消费者更加放心。而且当老板雇佣员工时，最重视的也是有没有取得证照。不止如此，傅美惠更是国际技能竞赛美容职类台湾的首位冠军，国手招牌更让她打响名号。在比赛中可以找到一些经验，那这些经验就是可以泡沫我之后未来如果我要做创业啦，要做一些工作啦，其实那都是很好的背景跟经历。我会去比赛，那他们会信服力当然会比较强一点，他就会觉得说比较能够信任，然后比较会觉得问题可能会少一点。店里角落一座座的奖杯奖牌都是傅美惠辉煌的战绩，也让她获得客人的青睐。其实台湾参加国际技能竞赛成绩屡创佳绩，近2届获奖率分别为79%和92%，总奖牌数名列参赛各国的3名，亮眼成绩也展现台湾技职人才的专业度。技能竞赛基本上它就是一个验证你的学习，第二个就是说它能够创造一个经验的交流。那当然就是说技术市政，因为我们虽然在工作市场的运用，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与时俱进，能够精益求精。那我们的选手基本上就是让各个不同领域大家能够齐聚一堂，所以我们每年就办理一个全国性技能检定，那能够让所有的年轻学子能够大家彼此来竞技。技能竞赛检验训练成果，提升整体产业水准，考取多张跨职类群的技术士证，在政府背书的认可之下，更能让专业和薪资都更上一层楼。优秀的工作力不在于冠冕堂皇的学历，就像教育资源，仔细借助当地的特色，把握机会，一样也可以让偏乡教育很有特色。我们休息一下，稍后带您到石门的老梅国小区看看。SUV 还是 MPV， 我们都要。连卡，哇，无敌大空间，乐玩大空间，精彩每一天。五人座、7人座，69万起，大好登场。